知名杂志连续二十一年针对二十二县市长进行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十九号举办五星县市长联合颁奖典礼，其中受到尼伯特台风重创的台东县，一星期内进行救灾工作。这次由县长黄建廷则拿下五星首长。台东遭遇了百年来仅见的风灾，我们力拼用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清出六千吨的垃圾。 7200吨的树木，让台东的市容恢复，重启热气球嘉年华，为的正是要振兴台东的灾后的这个观光产业，不让台东雪上加霜。 同样也是不断发展观光，在地建设的花莲县，除了举办各样活动，推动县内经济，也力推教育跟青年就业，让县长傅昆萁从2010年担任县长以来，一直稳坐五星，连续7年时间。我们从4岁到15岁，完全是免费入学。当时有很多人，包括监察院在质疑，花莲县有能力这样做吗？我们7年下来，证明了我们是有能力的。 我们不但不举债，还年年的还债，基础建设样样的在推动，更希望我们这一代可能会落后，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站起来。 花东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资源较为匮乏，县市政府利用在地特色产业及天然资源美景，带动偏乡地区经济、观光、教育等等发展。而六都组五星首长则有台南市长赖清德、高雄市长陈菊蝉联，外岛组则是新秀连江县长刘正印。记者曾在鲁鲁台北市采访报道。